小峰这好好看啊，打开那个音乐可以，对吧？在我心里我老婆最好看。大家怎么都变羊驼了？清洁也来推我们，推我们，谁敢推我们？杰森也推我们，刚刚小峰推了我们，没事儿。她算是你闺蜜，我不敢说话，咱得维护好闺蜜的关系。好绿茶呀，这个人，能不能扇他一巴掌？陈绿，没有啊，他说的话也没有错呀，他维护，他不说你，我来说他，推你妹呀！对，我可以这样，你不行啊。